啊，他不这样子怎么赚你钱，对不对？是吧？没错吧？打机游戏，姐，我去装水，去睡行。觉。游戏，电视，对啊，我这，就陪哎呀，伴还有晚一瓶餐。魔仙，明天你要不要申请纾困贷款，把你的车还一还？不要，纾困贷款的利息比你的啊干，反正你哦干没事，你那个贷款的利息已经缴了。啊？啊，我迄毋对，爱不要不要了。反正你那个贷款的利息钱已经算进去了，我不要了。要呢？要按部的呢？我怎么找到秘籍？单人有秘籍哦，我现在有才啊，知道。当然有秘籍啊。然后按到波浪键，奇怪，怎么有秘籍这种东西？有啊，单人就是你可以自己开外挂啊，你想干嘛就干嘛，他好像没差。单人是啊，他就没差，你可以直接无视通气很久很久很久。那黑的桃嘞？加蜜桃、孤桃，等我一下哦。诶，莫西莫西，所以是什么桃？没有了，耳机线了，不是古桃。是不是？然后我开战局，我家家，我今晚52万。啊，你有没有办法买那个街机铺啊？不是街机啊，铺啊。对呀、啊。街机铺爱夜一总会百二啦，十万，夜总会啦，夜总会嘛爱一百二十万呢，会一批货可以卖100多万，真正啊、喔，那、我无我去买一个夜总会啦，奈酷拉布啦，我知啦，赶快，刷文本。干，我应该啊，我们应该。以后有钱了、哦，未来开一间夜店。说什么？
说以后有钱我们也来开一间夜店。可以啊。哎，可能。你讲，我那个夜店啊，一定要附设炮房。等一下，我测试一下东西。打炮也是500块啊，一堆人抢着要。Anything you need, boss. Hello. How can I help you? Quite a collection you've got here. You're looking very sharp, boss. Yeah, yeah.It's the general. Wait. 喂，有听到吗？有，现在有了，因为我刚刚关声音。可是他没有听到我们讲话。我有声音，可是我没有收到你们声音，是我的问题吗？还是他的问题？你说你。你讲话他就听不到我们讲的声音了、哦、你这又讲了没有、哦、你是智障是不是哦抱歉他设定的问题啦你是智障是不是他就是说他听不到我们讲话、啊我看一下节气铺要多少钱啊是夜总会啦 Nightclub夜总会，街机铺。可是我听不到你们呢。100多万、欸，都要100多万。对啊，都要100多万，最便宜的100出，113。买到家里附近的话，要160、170了。不用买附近呢、啊，就买个，先买个有地方买就好了。都要100多万，没钱。我们要今天直接赚50万就可以买了。可以啦。首先呢，我有收到你们的声音，但是第一就是没有。他说有收到我们声音什么？他说他听不到。我说直播啊。哦，直播有声音是不是？哦。你看你 Discord 设定有没有跑掉啊？有可能是你 Discord 设定跑掉了。设定，哎，你看，等一下，看你这边设定，然后音讯看有没有改到，入罪格有没有改到？啊，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就看右下角这边有一个音效，还要看你哪一个是预设的，然后把它改成预设。然后在 Discord 这边找一个对应的外切嘞，被损毁是不是？没有啊，没有被损毁啊，你在车上啊？被损毁还是被扣押？我有点忘记了。什么车 ？Morse Mutual Insurance. How can we help you？ 我的死神被扣，被损毁。大家都在损毁你的车啊！真的，每个人都在破坏我的车，天！去搞个抢劫的东西。Hello, Meow China Plate. I've got a minor major wardrobe malfunction development here on the Costa del Kind of Music.Don't ask for details. It ain't pretty. We need some fresh merch flown over ASAP. I figured you'd be the one to make it happen. 还是你刚刚有？ Well, if you can bear to wear that on your conscience, so be it. 就是你进来之后才插声音的，
还是说你 Discord 你开 Discord 之后你才插进你耳机的？我是在开 DD 前插的。好，等我一下。那这有一个问题，我要你现在按一个东西，这边有一个混音程式，然后你看一下你的 Discord 这边啊 ，Discord 这边有没有出现在喇叭这一个，或者是耳机哪里？右下角有一个混音有没有？有一个喇叭有没有？按混音这一个。混音。哪里呀、啊？你右下角这边有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喇叭？在这边。有啊。有吗？那你按右键。然后开启音量，等一下你是 Win10 对吧？是。好，开启音量混音程式，打开出来。然后你看你 Discord 这边，你往右边看看有没有 Discord 的东西。有啊。好，有的话。那你再看看我刚刚跟你讲的右边那个喇叭，按右键音效。你看看你的预设值是什么？像我的预设值是这个 audio， 那你就选输出装备，输出装置这边有一个喇叭的。输出装置喇叭。对。怎样？有吗？应该是马上改就马上有，还是我的耳机要怎样？你如果是显示耳机是预设装置，那你就选耳机；如果是喇叭，那你就选喇叭。没事，你再说两句。喂，有？还是没有。那看来你只能用手机了。那你昨天正常不是吗？为什么我载具被扣押了？啊？你是不是对我的载具干了一些什么事情？我怎么可能对你的载具干了什么事情呢？我怎么扣押你的载具？那为什么我的载具在警察局里面？一定是我叫警察去打你！哇！干警察撞我几百！看一下资讯。不要啊！不要追我！不要追我！您的载具被扣押了，盗载具哦！感觉是你在搞我，没有。我刚刚只是打了警察一下，然后上你的车。好，没有问题。OK。我调成荧幕喇叭就没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没遇过。你就用预设啊。你是公开还是私人？是，可以直接加。直接了心啊！我的妈！车辆这个车辆太过棘手，为什么太过棘手？太贵了。所以是，他说无法改装。我再回去一次，是刚刚我被通气的关系。啊，这不是通气不通气的问题。有的载具就是你有些路人的载具就是不能改啊，可惜。哎，我还是用手机好。
哎、欸，算了，还是这样子就好，我也懒得拿。懒得用了。是。我先去把我的车拿回来。有人刚刚干走了我的车，啊，不是有人干走，是有人蓄意让我的车进扣押场。这我没办法，我也很是无奈。 哦，今天下午的话是去点那个什么，南海军左轮的那个，但是杀人犯到现在还没出现。真假的？对、啊。太衰了吧！他双动是左轮的，跟那个师傅我都解完，然后杀人犯到现在都没出现。真惨。那个你以前不是很快就解完了？是啊，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改版后的杀人犯特别慢。他是不是暗改啊？ 你的朋友那个食斧那些解完了吗？还是他还没解？他应该还没拿过吧？因为我忘记这件事情。我怎么被撞了？怎样被撞？ 这个局怎么会有其他人呢？没有啊，观众啊。好哦。我刚刚要去接机铺的，结果你说你没有声音，我支援你一波，结果有人把我车扣押了，不是蓄意让警察扣押我的车，所以我处理一下。现在要去接机铺。我现在在游乐园，正在使用我的拳头。 请问你是说游乐园？我正在练习我的拳法。赚钱啊，赚钱！我去开个前置，赌场前置。 你去看过了吗？看过了，现金。 刷不到黄金，钱少的。刷不到我，因为我想说刷不到黄金，然后我又是强闯的话，干脆不要再刷了，至少还有的拿。我。在那边打，哎、欸，不死嘛！啊，先上楼领个钱，等我一下。哎呦，怎么死了、啊，老哥？是不是被通缉被打死？我练几拳头被警察弄死。笑话。 有有有，45万，好爽！杀人犯就是不找我，连个简讯都没有，可怜啊！只能说。 等待时间呢、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海军左轮这个25万呢？
Solid choice. Diamond Casino. Zach, your bike guy will be able to track down the perfect two-wheelers for a quick getaway. 咱们 YouTube 借百万订阅，有一个要毕业了。哎，要毕业了。日本的 VTuber。哦哟 ，Pico。哎，你别看他那样子好吗？他也是百万订阅王者。也是的。你想知道是谁吗？我有点忘了。那个曾经跟对面红小粉红杠起来的那个，我没印象。哎、欸，我要开任务了。嗯哼。那个叫童声可可的那玩意儿。好，我没印象。没事啊。不是有印象。你就算开任务，我也不会去。快的话，我们今天就能抢一波钻石，钻石赌场抢。因为我没有飞行道具。没事，你只要抢一台路人的车就好。请问你人是在那个点是在佩利托湾吗？不是。如果是的话，是真的很酷。所以你在佩利托湾是不是？啊？所以你在佩利托湾是不是？佩里克岛？没有没有，我在 Diamond Casino 啊。呼。我原本想要去转转盘。Shit! Looks like the cops got there already. They're swarming all over the place. We might be okay though. Just keep going, and we'll take a second look at the situation when you arrive.靠北，你到了，到了。作弊。啊，这样还要有一个人过去，对不对？对。我干，我还没什么都不做的，就三颗星的沙小。对呀、啊。他是警察跟我对着干的。那警察看到我瞬间，警察真的是在哭。瞬间看到我，直接回头。干我！我要被干死了啦！你去抢，你去抢，你去抢！我躲警察。在哪里？在哪里？找啊！要找啊！找到一个，找到一个，先拿。拿了。是要打箱子吗？还是什么的？哎，另外一个在这里，另外一个在这里，在我车停的这里。好，我等我一下。我需要 cover 一下。啊，拿好了，拿好了。啊，干干干干干干。走走走，老干老干。老干了没？我帮你打，我帮你打。掉掉的，哭啊！要躲警察吗？
对吧、啊？当然要躲啊！你都偷了正大光明，在他们面前偷了他们的武器，你能不躲吗？好、啊，那我们先躲警察。躲警察。是要送到接机铺吗？对、啊。有警察。看一下这里，看一下这里有没有飞机可以给我开。太多警车了吧！天啊，是凭空生出来的。他不追你，反而来追我，是在冲安全。没有，我也被追啊，哭哦。有没有直升机？有。有，我就要起飞了。救命啊！直升机，直升机，直升机，直升机！好酷啊！直接起飞喽！起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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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飞！跟你讲啊，人要死了齁，什么东西都会开了。真的，哇！瞬间会飞天遁地了，八般武艺都学起来。人要死了，什么鬼话都说得出来，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人在哪里？你的接机库啊，看到了，我在天空啊。啊，你在干嘛？躲警察。我帮你吗？要帮你吗？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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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飞在天上甩一下那直升机就好。好，我已经躲掉了。接机铺在哪里啊？红色点了，小鸡，哎，完了，可以啦，你怎么死了？我降落伞撞到了大虾。直接破该，你还好意思跟我差一把一直等，直接破该朋友，真的是很好意思跟我差一把一直等，真的是要死了什么都会开了啊！我是本来就会驾直升机啊，那个他跟你去解那个什么公寓任务那个直升机，我记得好像是我开的吧？好像是吧，有点忘了。那时候我可是专业打手呢，但现在不是了，因为没有枪。为什么不能去 ？Fuck！ 完美降落。速开下一个，完美降落在人行道，真是莫名其妙。等级上升，职业杀手。莱斯特又打电话给我了。一度压榨员工。我们要载具，我的载具销毁了。粘在我车上。
请问是那两台小布布吗？是。前往梅萨警局警察局。感觉这次又要被警察通缉了。通缉就通缉。我空中火力支援。可以。好一个支援。不要突然转弯三宝。我飞。哎呀，你车窗爆了。那个玻璃4500。你超过爆了。那个玻璃4500，你我刚刚亲手看到你敲爆了。没有啊，那个是你刚才车祸。没有没有没有，我亲手看到你走起那一片窗户。没有啊，你想多了。刚刚倒车的时候，我视角刚好看着驾驶座里面，你小心点。比如说像是这样子。哎，我重新示范一下，所以这次你要赔9000块。没有啊，你示范归示范啊。但是没有的事就是不会有。啊！看到有人坠机了，朋友。没事，我安全降落。哎，你进去，我安全降落。我在外面 cover 你吗？哎呀，我是不通气了。我是都通气了吗？在哭啊！哎，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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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隔一道墙，哎，隔一道墙。牛逼！然后你爬不过来，对我爬不过去。最远的等我等我最远的距离是一片铁墙。我帮你解决直升机，我先解决飞机。直升机，在你头上。请问是机车还是机车吧？车，真是机车！哎，在那里面，在那里面！救命！救命！救命！出来喽！啊，你的铁卡夫！哎，我怎么又进去了？干，我怎么进去了？好了，仓库组可以准备撤离。仓库组，我跑进去了。等一下，我的妈呀！哎，我要怎么？出来，出来！哎，干，直接被放生了，靠呗！干，抢警车，抢警车！为什么我要进入警察局仓库？没有啊，该不会是4台车吧？对。好，那我现在回去。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以为只有2台车，抱歉。没有没有没有，四台车，四台车，每个人都要抢。好，你叫机车就得4人呐、啊。我忘记了，我以为可以双载、啊，抱歉。想多了，他妈金块可以双载，你跟我骗。为了避免等等，我要像姜维克一样拿回我的车，先把车塞回去。您的好观众正在你家电梯里面制造混乱、啊、什么载具？摩托车？哪一个？哪一个？来，给你。啊！真的是很好心啊！好心啊，哪是都是摩托车啊、哦！都是摩托车，所以我要从这里开出去吗？对，我先穿个护甲好了，等我一下。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吃一下。我就穿个护甲好了啦，不然哦、喔，等下被空着。现在要去哪里？甩掉警察就好了嘛。对，甩掉警察，然后把车交回去。警察追不上我，我就像风一样 ，like a wind， 像个疯子一样吗？我干，它有加速功能啊！有啊，
我现在才知道。完了，前后夹杀。干！前后夹击，我要下闸道了。对，没事。下闸道。我后面要使用他的技能，我就直接略过了。哦。哎，干几百！哎呀！啊，我死了！没事没事，备胎人员正在上场。车在高架上啊！You can see me。不是啊，车在哪里啊？哎，我干，我又被撞死了，莫名其妙。哦，在上面呢。哎，我找不到车啊。那找到，有人提了，有人提了，有人骑走了哈。哎，对对对对，我要回接机部了，我要去拦截你啊！不，你拦截不了我，我是快乐风男。我去路上抢了一台跑车啊，不用担心。请问那台是我的吗？我不确定啊。请问是蓝色的吗？应该是吧。看起来像布加迪威龙吗？好像吧。那。那现在你开是什么车？你觉得呢？觉得不是布加迪威龙。我跑到一辆在行驶的火车上面，我直接用跳上去，笑死！有逃犯啊，有人没有补票啊！我要利用那个。哎、欸，来来，哎、欸，警察在我旁边路过，跳，哇，我真牛逼，我怎么点都是血，天哪、啊，好大一滩血，我想一下，这要怎么上去？上不了。I'm on the clock. What you want? Some wheels?感有点难上去，上不去啊。I'll get there as soon as I can. Conservative asshole. You're an asshole. You're as lame as shit. 可以跳高链呢，哦。请问你躲通气了吗？已经躲掉了，躲掉了。是吗？我再帮你制造一点混乱。躲掉了，躲掉了。哎呀！你可以出来看一下，这是不是布加迪威龙？你绝对不会是开我那台布加迪威龙。你自己过来看。没关系，我真的出去看了。绝对不是我那台布加迪威，相信。Trust me, OK? Trust me. You remember I directed your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you were looking around the casino. 好了，听到年代的声音。Government level, which means 哦，地上大红豆。Server farm in the Noose headquarters. 两颗红豆。干，又要重新排队，干。现在要干嘛？我们来去跑1450，1450通行证。
们莱斯特主族找到 KMT 跟1450安屋的人，我们要去处理他。怎么好像有一个人还在那个计划之外呢？没事啊，这都代表说呢，他不太熟悉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啊、你们要有人来载我啊！路上抢一台车就当做布加迪威龙开就好了。好了好了，我去抢车了。对不对，我刚才随便糊一糊你也信。抢了一台，刚才看起来像布加迪威龙吗？看起来是敞篷版的布加迪威龙。我去抢了一台，我抢了一台，这个叫什么啊？蓝宝接你。没有，抢了一台，看不出来这叫什么的。通缉了，啊！我什么事都没做，就两颗星。都捡到了吗？搜索探员的通行证。他正在摸，他正在摸。在哪里？摸摸。好。好干。甩掉警察。你开的是猛牛啊。哦走走走走走，绕开绕开。哎呦，他直接复活在我们前面，牛逼！为什么我就是那个啊？输入法。我用 Windows 键加空白键，它不会跳回去。它不会跳回去，什么意思？就是你不是说用 GTA 它都会变成那个啊，全部都是英文的键盘啊，就是不能按中文。对啊。所以如果我要快速切换，不用滑鼠点，要怎么按？你要打中文对不对？对啊，我要打中文。你按那个打那个不 Windows 加空白。然后没用啊，贴过去 Enter， 你再按一次 Shift， 应该就能打字了。空白，什么东西 ？Windows 空白，然后选到你要的，按 Enter。Windows 键加空白，没有啊。我 Windows 键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用。那 AI。对啊，我 Windows 键没用，还是你 Windows 键有锁起来？可能有锁起来。你现在不是新键盘，那你看一下有没有锁 Windows 键啊？因为有的键盘会锁。怎么锁？我也不知道。要翻你的键盘。我连笔电的键，我连笔电的键盘。没，你键盘，你现在原本的键盘拔掉，原本键盘拔掉，看你的 Windows 能不能用啊？哎呀！打开设施的门了，进入设施。看你超级起飞，会不会开车，老大？不是很会啊。不知道，我只能手动把它干。每个人都会在这里上课交友，真的很开心。好一个直接切入，牛逼！不用方向灯呐、啊，直接撞就对了。哎，重点是你不是慢慢切过去，你直接90度给它切过去。寻找态度设施。
找到了，找到了。景哥，你真的开车技术很烂。没事啊。我忍不住的想要在你脑门上上几枪。啊！我怎么死了？我不知道我要死几百次。他叫我进入设施。为什么要进入设施的？抢东西。啊！你们在哪里？在设施的附近。啊！你们要进入吗？我们要进入。好，原来你们要进入。那我先进入。好，那我先进入。哎，它里面不能跳哎。到了吗？离开设施。老干老干老干。哇，三小，这批字哦，有人在偷打你啊！有听到枪声很远吗？我听到是枪声很近啊。那应该就是有其他婊子在打你，绝对不会是我。你呀、啊，你这婊子！摧毁他们所有电子仪器。敢偷射我啊，朋友！没有啦。All right, well, I guess some heat was to be expected. Lose the G-men and head back to the arcade. You know, some might say breaking into Noose headquarters is harder than a casino, but we weren't gonna let that kind of defeatist attitude hold us back. Now, hurry! 搞不坏就是这不是不会。甩掉警察，交给你。四星欸，朋友，出来直接四星，上错路啦，没事，我知道我上错路，这已经不是路啦，没事，我知道这不是路，耶，盘到啦，我只是做一个回转的动作。这算回转吗？觉得算了，回转吧。头上几台直升机啊，在你后面。你就不能让我好好安稳的抽根烟吗？不存在我车上抽烟。已经在抽了。已经在抽了。敢自己会抽烟的人，真的你值班。
到哪都有警察、啊，什么东西？边玩一边讲。哎呀，花莲，花莲县，会听到那喇叭声，已经不是原本的喇叭声。七号线二街，只有我会进去。这些东前置任务完成。风枪走板的声音。前面声音是什么铃啊？啊？我什么铃？就像你是中犬铃还是什么铃？中。你们家还是？我说你们家。万安啊，阿塔里。那你们常常演习吗？万安演习。哎，我先挂停等。人，不要让我被通缉，操！不会啊，只会把你虐死。顶多你的载具一个一个都被扣押而已。天哪、啊！我这台是战车吧？你看看前面的半把，消失的都已经镂空了，还能开？轮胎都内八了，还能开？中华邮政，靠！零零九，在你的车上练枪技。完美降落。没事啊，警察很快就会来。我先进去了。看看还有什么要解？哈哈哈哈哈哈！哇哦！丢起来哦！就可以啦。没关系啊，这个玻璃尽量敲，反正不是我的。我被踢出去啦！挂机太久啦。那玻璃敲起来就没有那种手感，你知道吗？没有那种手感，是不是？你敲玻璃也要看手感，是不是？那个清脆响度不一样、啊，清脆响度碎片不一样，是不是？是。这台车不是最高级的。那什么才是最高级的？那敲起来有点难度，还会有硬度的那种清脆响，哦，才是真正的高级玻璃。看起来是擅长于敲玻璃的男人。专门搞玻璃的男人，上车就是先挑破你的包玻璃，就知道你的车好不好。前面的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不堪一击啊！真的不堪一击，连车灯也这么不堪一击，一下就坏了。
这个还敢称自己是好车，骗！暗血宝马，笑话笑话。好的，我们来到下面洗个车啊，洗个车。被缠起来，哭啊！哇，坐在车上就可以一直升等，好爽！对，好爽，快速升等。Hey, you can't be here. Hey, you ain't allowed around here. What's the story? You look like a dick to me. Oh no! You're fucking dead.Alright, that should be more than enough to blast through the last section of tunnel wall and take you right into the. We gotta play dirt! Why don't you get that finger in your gut? Drop! Oh, you motherfucker!怎么有人干走了路边的车，弃我而不顾？不行啊，我身上有包裹啊，我再不走，他们第一个先打我。走走走，绕开绕开。对，而且这台车爆两轮了，爆两轮是吧？还好我没有坐你的车。你好，哎呦，哭啊！妈，死亡那一瞬间直接把我弄飞。不用了，不用了，那台爆链了。哭啊！我怎么这么命苦？命苦的小孩。超级那个，等我一下。